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成，现在已经是下午5:30了。接上个视频，我们现在把玻璃装上去。这种玻璃还是有点难装的，太高了，5米多啊。看看这里，两个脚手架才刚刚好。两个人装玻璃不怎么好装，叫得一个人才行。生活不易啊，做这么点小工程，要3个人，除去人工钱的话基本都没什么了。3个人的话呢，这样上玻璃就好一点，因为太高了，2个人装玻璃基本上是很难装。虽然2个人应该也做到，但是2个人不好做，爬上爬下麻烦，而且要比较高，不稳定因素有。工作的话呢，还是安全要第一，不小心玻璃碎了就麻烦了。玻璃倒不值什么钱，要不小心把人弄伤了，麻烦大了。宁可钱挣少一点，也要做好，也要安全方便。现在已经快6点钟了，应该装完的话差不多天黑了。现在已经晚上6:30了，这呢4个窗也基本上装完了，费时差不多2天吧，自己在家做1天，然后3个人安装1天，3000块钱这样。大家猜猜挣了多少钱？现在我们看看效果，这是没装之前的效果，这是装好之后的效果。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谢谢大家。